啊。哇，搓！哇，再搓！给我中风！A 搓平 A， 亚索前期就堵着他啊，亚索前期还是很猛的啊，搓他，他想补刀我们就 A 他 ，A 搓，搓，再搓，来平 A。应该一 Q 耳链，哎，他居然闪现了，我以为他不会闪呢，我感觉他的样子可能不会闪，早知道我一 Q 闪了。搓一下，吃个药，一上来 A 搓 A， 被我中风。兄弟，你不会以为这波兵我能让你吃吧？我这波兵不可能让你吃啊！我们就即使把他换了，我都得换他。他生了啊！他生了，我们走。好多兵哦！啊？呀，这什么？这是？如遇赴死，易如反掌。包女儿是哪里来的呢？你的蛤蟆没了啊！我发现了啊，亚索的合金装备皮肤用了还不如不用呢，真的不用，我觉得这个皮肤就挺好的，这原皮。省得我秀不动，插个针眼去。包女儿什么意思啊？包女儿好像挺骚啊，咱先回家啊，看他还怎么骚。等我啊，等我不那个二速海，我们来个先来攻速海，还骚起来了，还骚气。仁义道德也是一种奢侈。一上来搓一下平 A， 再搓吃药，一 Q 耳链平 A， 一过来搓一下 A， 一走一过来 A 搓平 A， 来走位，这怎么能让塔砸了呢？能玩了不还防御塔？真是可恶的防御塔呀！这波他升六了啊，但他不知道我要升六了，知道吧？
先中风，一过来戳一下，一上来再戳 A， 一过来接中风，哎呦，戳一下 E A， 致命点炎，居然没致命，哎呦！好烦啊，可是太难受了，中风吧，回家了，先来个叉子，给我中风戳一下，再戳戳 A 平 A， 平 A 一走接中风一 A 戳平 A， 平 A 闪现，给我风给我躲了，哎呀，这确实不太好整，完了，黄纸送了，漂亮黄子儿，虽然我一杠三，但是你们不用慌，这把我们指定起得来，并且我们将会很厉害。你表面看上去我好像是削位有点小劣，但其实我们俩吧，我们是六，他是四。嗯，六四开，那青钢影用大朵牙左风，这不基本操作吗？上哪去了？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换路了，还在换路玩的呢？我戳一 Q 耳链溜了，我戳。我再戳接中风吃塔皮，中风中风，哎，我们就勾引他，让他放逸，看到吗？我们移动速度比他快，戳戳戳戳戳，哎，中风，玩上了，中风，戳戳，插个眼儿去啊。遵循此道，直至终结。
兄弟，我打死他金刚眼！哎，起飞！这得拿个助攻啊，要不就白来了吗？看能不能再吃他两层塔皮啊，他进夫不知道搁没搁塔下，没搁塔下咱继续再吃。我咋了，溜了，回家了，回家出我们的绿叉。差一百块钱，我得来个灵巧披风啊，否则我们的暴击概率有点低，四十不行，这得七十。且随机身后一须流星，那青钢眼又死了。那十三分钟三线青钢影九折水平啊！哎，中风！算了，爱打不打。我看这包底红有没有？无人能运。那进夫一点也不出来，一整人不知道哪去了，兄弟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呢，人。真的，你不知道那人哪去了，一整没了，那老猥琐了呢，那猥琐至极。中风吧你，我搓一下，起飞，致命点燃，搓死。拖 A 青钢影中风，哎，干嘛？我拖一下子，给你中风，这你死吧，这我就不管了啊！我们往左边走。哎呦，追追我！哎呀，追我！你！嗯，就你叫包女儿，搁哪呢？包女儿，给我出来！来，包女儿，让我看看那包女儿搁哪。出闪 EAA W A 戳平 A 平 A 平 A 中风 A 接戳平 A 再 A A 接戳 A E。一过来接中风，接大招 ，A 戳平 A E A， 潇洒。我说了，俺俩六四开。我应该给他来个双峰的。小炮怎么回事？一过来接中风。哎，应该双峰的，刚才为什么没双峰？蓝脸汉这都没双峰，真是菜呀。
因为我这个人吧，我就不喜欢那么花里胡哨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想平平淡淡。你能明白不？能理解不？打女人了啊！我到了，光头。我到了，光头。一上来戳一下 ，W 住，再戳平 A， 再 A 接中锋一戳，不行啊！刚才这完了，这双锋是没了，这是。本来我想双峰的，哎呀，这波不双峰好了，这波距离薛微有点近，没办法双峰，你知道吧？距离得稍微的远一点，双峰没峰回来。都赖你们，本来我这波我没想双峰，就非得让我双峰，别老硬双峰，能双峰再双峰，明白没？不能双峰的时候就别双峰。给我帮他，我杀着包女儿。打眼接中锋，我瞅着呢。超条近路，去中路吧，来中路把一塔拔了。下路也没了，谁累上谁上啊！这车指定咱是不上。这谁给我晕住了？我操你猴子！这波我他妈双峰，你大爷的！谁给我控住了你？哎，气死我了！我刚一 EQ 马上就起来了咯，夸一个定给我定住了。双峰没了，这个小王八蛋，你控谁不行呢？那近距离乐意控谁控谁去呗，非得控我。不是摁慢了，我刚一 E Q 都没摁出来呢，他就给我晕住了。真可恶。戳一下，一上来再戳一下。中锋一 Q 一过来一过来。等一下队友吧，打不了戳，我就拿你双峰了，我就呀，这没戳出来，哎呀，没戳出来，感觉 CD 稍微差了一点点，刚才再稍微再等那么0.1秒就好了。我杀个碗猴吧，没事。中锋一 A 拖 A 一 A 拖平 A 闪现
阿巴纽托 A 托 E A 跳弹托